首先我哋可以用眉钳清洁翻主眉以下嘅眉毛先，眼窝以下嘅杂毛咧，其实都可以清走佢。咁你哋可以利用一个工具，咁个工具就系遮瑕膏，遮瑕膏点三点，跟住之后咧，我就会 band 翻 soft 佢，佢可以帮你咧遮咗啲眉毛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帮你咧条眉咧变得更加立体。因为有时瞓觉或者落妆，你就会其实你一抹嘅时候，见到啲眉毛有几条喺个化妆棉度，或者甚至乎你个枕头咁样。咁其实咧，一个 Bafo 产品咧，佢可以咧帮我哋保养翻眉毛嘅。咁因为佢里面有个角蛋白同埋大豆蛋白嘅成分啦，系可以帮你滋润翻你个眉毛，令到你啲眉毛更加健康。第二，点样去保养翻自己啲眉毛呢？咁其实最主要，因为我都明白到，可能疫情底下好多人都过分掹眉毛，越掹越多，越掹越多就要越掹越幼咯。其实我觉得在 Zoom meeting 其实是简单快捷，因为其实你 Zoom 完之后可能你都会即刻落妆嘅。咁我会介绍Gimme Bapas 啦。咁其实因为咧佢里边有个微纤维啦，佢可以令到你啲眉毛更加多之余咧，佢会望落更加立体嘅。只要喺个跟住个眉毛方向二 set 二 set 擦落啲皮肤度，其实唔需要一分钟就已经完成一个好丰盈嘅眉毛咯。好多人都而家好 focus 喺眉嗰方面或者眼睛嗰方面，咁其實眉我會最主要係真係去令到成條眉更加 sharp 同埋更加立體咯。咁 top 咧，我哋都可以加翻啲眉 gel 啦，個眉啦，其實我哋都可以更加立體嘅，可以利用翻我哋嘅 3D 包通身，係將我哋嘅眉毛咧個顏色幫我哋 tune 翻。咁喺個眼睛嗰方面啦，其實畫一條眼線。同埋搽一個睫毛已經好足夠。其實咧，沿住個眼睫毛與眼睫毛之間咧，其實你可以畫一條線。咁喺眼睫毛最後嗰一條毛毛咧，嗰個位置咧就向上畫啦。其實想眼睛咧更加精靈，我會建議咧下眼線可以用個啡色嘅。